目前这个世界上哪位运动员最有钱？废话少说，直接捞干货，篮球之神乔丹，总资产 18.5 亿美元，你没看错。虽然乔丹已经退役很多年了，甚至在很多90、00后的心中，简直就是上古大神，但是这并不影响其雄踞全球体育人收入榜首。乔丹于02-03赛季后退役，当时拿到的薪资大概在$90,000，然后相比其他的收入，打球的收入简直不值一提。乔丹每年从自己的品牌中收益$1亿左右，同时他还是黄蜂队的大股东，股权价值已经从当初的 2.7 亿飙升至目前的$7亿。同时作为篮球界神一般的存在，其还有数不清的广告费、代言费等，都是$1000万起步的。因此作为全球资产第一的运动员，当之无愧。另外如果不算资产，单从年收益来看的话，2017年排名第一的是五届金球先生 C 罗，总裁在2017年里总收入达到了$9300万，其中工资、奖金等达到了$5800万，代言收入则同样高达$3500万。排在其后的是詹姆斯、梅西等一众足篮大神们。